来看到国际各大报的新闻焦点，先来看的是国际《纽约时报》。俄罗斯军队进驻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呢，乌克兰军方也进入了最高警戒。乌克兰总理表示，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已经不只是威胁了，而是红色警戒，因此政府已经动员了后备役要全面备战。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呢，几乎是被俄国给完全控制，乌克兰已经濒临灾难边缘。再来我们看的是《华尔街日报》，美国还有欧盟各国，他们二号表示要孤立俄罗斯总统普廷，并且惩罚俄国的经济。美国除了要退出六月份的 G8 高峰会，也打算对俄罗斯企业还有政府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。而华府和欧盟官员都认为，俄罗斯的经济疲软以及俄国货币卢布不断下跌是普廷的致命弱点。再来我们看到的是《纽约时报》，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呢，是要一步步瘫痪乌克兰的新政府，逼他让出克里米亚半岛。而到目前为止呢，没有迹象显示说俄国屈服于任何国际压力，而且在面对英、美、法和加拿大等国家的表态不参加 G8 的情况下呢，普廷的发言人他说，他仍然老神在在的表示说，这些杯葛对俄国并没有任何扣分，因为扣分的是 G8 这个会议本身。所以我们来看的是华盛顿邮报哦，就在奥巴马打算要拉近国内贫富差距的时候呢，反对党共和党众议员莱恩，他在周二提出了一份超过200页的报告，他痛批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每一个层面都充满了问题。他们认为要为贫富差距负责的就是没有做好这个配套措施的政府。最后我们来看的是英国的卫报，英国在野党工党受到史诺登泄密案的影响，打算要对情报单位提出改革方案。工党表示，目前的监督方式还有法律架构已经过时了，跟不上现行的监听技术，所以是时候要做出一些改变了。好，最后我们把